COMPUTEX 作为全球 ICT 的年度盛会，长期连接台湾与世界，今年以 AI Next 为主题，正值 AI 进入关键的转折，我们诚挚的邀请全球的伙伴携手共同来思考 AI 的下一步将如何创造价值，带来改变。AI 可以帮助所有的企业迈向成功，当然它的发展也伴随着很多的挑战与不确定性。那 Intel 与我们的伙伴们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推动 AI 无所不在的未来，也帮助企业能够把 AI 的价值最大化。非常建议大家要去思考数据驱动的机器人，你怎么样在这上面持续的做创新，怎么样持续的去建构一个有软体能量的平台，有一个强大的软体跟数据驱动的平台在后面做加持。因为算力的增长，其实也 driving 了 technology 的 evolution。因为 AI 的 booming 也导致了不太一样的 player， 新兴的 player， 然后 create 了市场的角色。这个新兴的 player 不只是新的人，还有新的区域。那这个极大的机会呢，也attracted 很多的 investment。AI 这个事情呢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机会。那这些 investment 呢，我们会需要。生态系统里面很多不同的创新才能够真正得到 return。